鲨鱼停止游动就会窒息而死，难道？鲨鱼刚才是在装死，不可能吧？这不可能，这么高的鲨鱼不可能装死，怎么了？不快快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，啊，少了只蛇，鲨鱼吃人了！啊，你快杀鲨鱼去！你们到底对鲨鱼做了什么？这是机密，你没有资格知道。我去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奇怪。 这上面显示，鲨鱼荷尔蒙提高，神经系统异常活跃。这说明了。说明了什么？你快说呀！鲨鱼怀孕了。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只鲨鱼是公的。鲨鱼怎么？我知道了。嗯。不科学啊！有没有可能？ 鲨鱼长期被关在这个池子里，它压抑而变成娘炮了呢？啊！怎么可能？开车！笑什么？单细胞繁殖。鲨鱼为什么撞玻璃？素怡，你跟他接触最多。 怎么控制的？这也是机密，你也没资格知道。这玻璃结实吗？问你结不结实？这是美国进口的防弹玻璃，狙击枪都打不坏。你他妈不是说狙击枪都打不坏吗？
爸爸带你回家。
你知道我们公司为了研发它，付出多少心血吗？它必须活着，才有价值。你知道它杀了多少人吗？这重要吗？在你的眼里，人的生命还不如这个怪物吗？ 老板，安全。叶欣，没事吧？来，快起来。 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做完了，我们走了。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松叶，问你个问题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价值？
我就是养鲨鱼的，你们这些老板的事情，我哪儿懂啊？其实很简单，你有的别人没有，你懂的别人不懂，这就是家。如果我。 这东西做成生物武器，是不是更有价值？绝对不行！我们当时研究它，是为了救更多的人，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杀人武器。这制药也是为了赚钱，搞生物武器也是为了赚钱。 我当然选择更有价值的。好，那就让他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家伙。 在一起，不然都得死。不行，要不好，一起跑！叶心，你听我说好吗？鲨鱼融合了蚯蚓的基因以后，可以陆行表皮，坚不可摧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它的体内也发生了改变，蚯蚓的腔体只有胶原纤维形成的一层表皮膜，十分脆弱。如果把硫弹射进它的嘴里，就一定可以杀了它。不行，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宋叔。听我的，快走，走啊！ 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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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刷酱啊！任何动物遇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呢，它的灵魂会和它产生共鸣，这是动物的本能，而我把它叫做胖鱼定理。 Thank you.
夏雨是不是变异了？怎么变得那么大？！碰鱼！Yeah!